欢迎第三位好不好？雨量级的阿本。耶、哇哇，为了 party 吗？帅哦，哇哦，傻眼了，荣嘉。对，很像那种就是办婚宴的时候会有那个开菜的那个舞蹈。哦，扛上台火焰的上菜秀。对对对对。鞋，哎呦，现在变毒嘴家了，是不是？嘴有毒。小香，你觉得？我觉得阿本每一次出来都会让人家觉得不一样。真的。因为他上一次出来是打扮像电动玩具那种感觉。对。然后这一次又是这么的打木一心的 feel。小春老师。我觉得阿本很认真诶，还敢跳整支舞，很认真。可是刚刚有跳错，那败笔就是在你吐舌头，偷笑了一下。哦，我只是觉得阿本前半段就是前二十秒表情太严肃了，就那个感觉上是整个人有点小紧绷。但起码在雨量级三个人当中，你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舞蹈演出。我真的只能说，一般的舞感不适合你。是不是他特殊的舞感才是？你是独行侠，独行侠，对，算是舞蹈界的啦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可是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以归纳起来讲，他算是一个很有，我觉得在英国风的一种，就是很特别视觉系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他就是感觉不是像美斯那么有律动，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 feel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最难得就是他会觉得是阿本跳舞。Yeah. 对，就很酷，就有一点点认真，有点像一个好像那个政治家在跳舞，很严肃，然后又想要保持的融入这个环境里面，这样。耶、yeah. ，重点阿本，你今天跳这个舞，你有设计有什么主题吗？怎么会想到选这首？这是牙膏教我的舞蹈，牙膏版的 freestyle。Oh. 牙膏版的 freestyle， 那牙膏一样的音乐好不好？ Oh. 来示范一下好了，老师版的，哎呀，牙膏是吧？哦，今天都有师徒哎，那是。师都坐在下面被淘汰，我真的对啊，徒都在上面 PK， 这是一个谬啊，是不是？好啦，一样的音乐好不好？牙膏的 feel， 好想看哦，牙。不错耶。哎，是什么了？老师自己会被淘汰了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哇！老师害羞自己逃回去，你看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觉得阿鹏有把，因为他那个，我觉得牙膏跳起来不是比较 man 的，反而没有特色。我觉得那谁跳出有一个娘手，阿鹏娘手。对啊，在转着忍不住的，不仅是换了，还是脱不了。算是练习的时候，牙膏这样。那我觉得，奇怪。哎，你算是舞蹈界的红油抄手，对不对？很伤脑筋。好啦，阿本，谢谢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三位表演完了，跟你们讲，马上出量级的我们评审时间，好不好？谁可以获得这1000块呢？没错，我们要即刻选出最强的一位了。虽然是轻量级组，但是因为大家舞蹈够凉光，所以也不是那么好选的。而到底会是由谁获得呢？哎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班徽在这边了哈，没有换。然后呢，奖金也在这里。三位雨量级的这个两光组嘛，上次是说两光组，对，两光组是我们 Latte and Monkey and 阿本，是不是？里面有一个
可以获得1000块，现金1000元，因为他们的努力还有创意，获得评审老师的青睐，是吧？谁谁谁？对，我们现在呢，好不好？堂主叫到名字的呢，就可以得到1000元啦。然后由我们这个老师下来颁奖，我们俊英老师来颁奖好了。好对啊，今天穿的这么美。对啊，没有他，因为刚跟我讲说，换成这种布景，下半身下半身可以随便乱穿。没有没有，那高跟鞋这么高。哇好的，第一名在我们余量级的阶段可以得到我们1000元的奖金的，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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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门，恭喜阿门！来来来，老师递上这个好不好？荣誉的彩带，象征性的1000元的奖金，恭喜阿门啊！获得1000块奖金。公主出一片天地了，而且刚刚君怡姐就弯腰给我说，我害羞了一下。你在看哪里哟？人家有精心打扮，你有看出他的用心，太好了，漂亮，希望观众朋友也看得到，好吗？有看得到。好啦，那就恭喜啦，阿本，谢谢另外两位，对我们这个两位要这个要黯然出场。哎呀，没有来转圈圈出去，吼、oh, ，I'm sorry， 对对，再转圈圈出去再坐回这边 ，OK 的。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阿本登上我们荣誉的宝座啦，恭喜！